大家好，我是胡夫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阿帕奇推出的领袖之证——飞行杂兵。但是在之前的话，我简单聊一下。我前几天去了一趟深圳，待了2天半。当然最繁华的地段呢，我是没有时间特别跑过去啊。但是我感受了一下，深圳现在就是顺便讲给台湾朋友听好了啊，就是非常干净啊，很整洁，街道上非常干净啊，24小时都有人在维持。街上的整洁，然后地铁啊也很舒服，光线啊、设计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，完全都不会输给台北，是个非常非常难得宝贵的经验啊！大家有空的话呢，真的是台湾朋友啊，可以都到大陆走走，相信呢会颠覆你很多的三观啊。那这次回来的话呢，有点小疲劳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累啊。那就也稍微放松了，大概将近1天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再次的，开始给大家录一些玩具的开箱。那这个阿帕奇的飞行杂兵的话，大家也是一点都不意外的推出了啊。然后它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一个修改啊，一如既往，阿帕奇都是会做出一些修正的。那么首先的话呢，我手上是有正版的，所以我就直接的拿出来做个对比。我有点忘记了，正版应该是只有日版才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日版当时的玩具呢，都有一个所谓的 Mini Con。那 Mini Con 的话呢，是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啊。它是本身是可以变形成一个，这个是可以变形成变色龙的啊。我稍微简单的变形一下好了啊，因为这个阿帕奇的版本呢是没有附带这个 Mini Con。那这个 Mini Con 可能有人喜欢，有人觉得不喜欢，好吧，这是一个应该是变色龙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完啊。好，没关系啊。那么日版的当时 Mini Con 呢，由于它有强调说有多个插孔，所以这个玩具身上插孔非常的多啊，算一算应该是10个吧，1、2、3、4、5，那对称编下来啊就是10个了啊。如果你要在底发加上底下的话呢，可能就12个洞啊，非常的多啊。当然我是连这个一起算进去啊，而阿帕奇的话呢，则是省略了其中的很多啊，比方说这一处跟这一处啊，这两个洞啊就不见了啊。还有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就非常诡异啊，好像被中了子弹，被枪打中一样的这个弹孔啊，所以说它变得非常的利落啊，干净啊，至少少掉6个洞啊。然后侧边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底盘多了2把的这个小枪，小枪的话呢，你可以装在上面啊，也可以装在下面，但是装在下，这个如果把小枪装在上面啊，大枪就要放到底下，大枪放到底下的话呢，就是下方会比较凸起。啊，就装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妨碍到人物的这个，你看它下面就凸出来了啊。你这个玩具在摆放的时候呢，可能会稍微有点偏差，两侧都会有点调高起来。那无所谓啊，这个看个人喜好了啊。那你要摆上摆下都可以。那我们就把武器都给拿下来啊，来对比一下它的一个本体。以色彩来说的话呢，阿帕奇的版本的话呢，这种并不是完全的黑色啊，并不是，它有一带一点点紫色的光泽在里头，而这个官方的话就是直接就是一个钢琴黑。那它上方的这个银色这个部分，这贴纸啊，这个是贴纸，当时日版是有这种令人恼火的贴纸。好，那阿帕奇的话就是一个涂装了。那以涂装来讲的话呢，官方这个地方有这个点缀，紫色点缀，但是以涂装建筑的阿帕奇却在这个地方的话去没有涂到。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其他地方啊，可以看到这里内侧它加上了紫色的金属纸，而这个地方的一个点缀让玩具立体感很高。那我觉得吧，最大的提升应该是车窗的部分。它的原本的车窗的话是这个透明或者是说乳白色，这个的话变成了一个茶，有点暗茶色吧，这个感觉质感比较好一点，反光的一个效果也更加的优秀。而这个的话呢，在有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这个密合度，官方的这个密合度比较好。那我这款的话呢，我不知道是我变形没到位还是怎么样，我觉得还是稍稍有个缝啊。那玩具的一体性就很好，这个就不用提了。这个飞行杂兵的话呢，这个模具本身就是比较简单、比较优秀的，是在这个陆地小兵身上的话呢，做了一些其实是更加简化的版本了啊。那玩具本身的一个坚固度啊什么的，这个也是他们很标榜的，就是玩具很耐摔的一个。我不是不喜欢它啊，是这个玩具本身，他们就有强调说这个耐摔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啊，在这边也就展示给各位看一下啦。
那我们也来示范一下啊，这一款空中杂兵啊，尽管是在空中，但你依然是杂兵的变形过程啊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把它做一个翻折上来，然后往后面再推一些些啊。如果你说这样是一个形态，也随便你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两手臂从这个地方拉开来，这里拉开，两只胳膊的话呢，从这里把它给翻出来，两只胳膊翻出来。这变形的手感比起官方的话呢，我觉得吧，略稍微松一些些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先把腿变完好了。这一片翻出来之后啊，这里先两腿先把它给打开好了。拉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看得到的几片全部往下叠，然后呢，这个斜肩推出来之后，这里有个凸往下，扣到这里扣上去啊，这里一样的斜肩可以翻出来，到这里往下扣上去啊，会咔的一声会比较清脆响亮一点。好，那这个腿的话呢，基本也就是到这里了。手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咬合的位置在这里啊，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往外面推出去就可以了，然后呢顺着这个球形关节把它给转出来。那以及胳膊的话呢是这样子，它只能够上下这样动啊，比较可惜。那这个模具的话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这里转出去到这边，好，然后呢这个拳头把它给转出来。那它的这个头这个地方这个联动的话呢，基本还是有保持在的啊，就是往上整个拉，这个头会自动的去弹出来，这个头上的这个冠呢就往后面放就行了。我们这个阿帕奇的空中杂兵呢，它呢多附带了一颗头雕，我直接先把它给换上去了。这是它原本的一个官方原本造型，它这个银漆漆面涂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啊。我先跟原本的官方的版本做个简单的对比，感觉亮了一点。然后透明部件的话，它是一个血红色透明色，而这个的话呢，原本官方这个版本就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紫色。而整个一个透光的感觉的话呢，其实阿帕奇的版本的话呢，透光度会再更好一些。而它这一次的话呢，则是给了一个双眼睛啊，就是有两排眼睛的一个图的一个透明的头雕，这个透光性的话感觉就更好了一点啊。从这个地方看的话呢，都能感觉到啊，透光度是非常之 OK 的。那胸口里面呢，这个派系的标志可以看你的需要，你可以自己补上去。那玩具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它胸口的这一块透明部件的话呢是拔下来的，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补上派系标志。它这款玩具的话呢，髋部的关节是球关，所以出拿到的时候比较松一些。我自己有稍微做了一些补强之后呢，就非常非常的稳固了啊。然后它还有多带一个这个小手枪，这个非常小把的手枪，还有涂装。那手枪也是有一对的，可以扣在后方。你如果不想拿小枪的话呢，啊，就顺势的把它给安插在后面。如果你想把它完全隐藏起来，你就切一个角度这样子啊，转一下角度啊，基本上呢也就差不多看不见了。然后它的大枪也是有两把的，而且它的大枪的话呢，啊，并非是完全的同模，还是有做出一个左右两手，啊，不同造型，可以把这个好看的造型朝在外侧的。那整个一个涂装的话呢，我们就对比一下，啊，我记得应该是只有日版了啊，反正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我觉得阿帕奇的版本的话，感觉会更加的酷炫一点。这相比较之下呢，这个除了原本的这种紫色偏淡之外啊。它的这个地方有这个塑胶的这个成型色，这个紫色的这个塑胶，而阿帕奇的话就是变成一个深灰色的一个感觉。从正面来看的话呢，你可能觉得还没什么，但是你翻到后面看到小腿的后面啊，就会有更加不同的差别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感觉一体性会更好一些。这个的话哈，包括这个里头的这个球冠的这个部分，这种葡萄色的感觉就有一点点弱了啊。那整体来说的话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进化版本了啊，特别是头雕的一个替换，头雕一旦换上去之后，就感觉真的是换了一个角色一样了啊。整体的涂装的话呢，有很大的进步。那飞行小兵的模具本身就变形上也比较简单了啊，是个蛮推荐的一款阿帕奇的灵柩之战系列作品。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